诞生于初心。老师好，我是赵小唐。赵小唐是他第一次刚跟我认识五分钟说这朋友是你。见的时候太特别了。天哪，我真的在那边都快累死了。来看看谁比我丑，我坐他旁边。哦，是你。哎，怎么样下去你才会走到哪里。我跟虞书欣就是一拍即合，我觉得我从来没有一个女孩就是能让我觉得这么可爱。这赵小唐也是的。永远不要点我，你也可以说这句话。太想跟你一起来这一段。在我心里面叛变，被你指尖碰到，指尖我瞬间就被荡到天边。太感动了，虽然他看起来就是说扮得很坚定，但其实没有。非常喜欢，因为我觉得他特别可爱。你要是我就不能认真给你评价一下吗？老师二郎腿没有跳，二郎腿。那你在跟我学到了什么吗？可能学到了什么叫做作。最好的一个朋友虞书欣说几句话。